突然想起你，在这空空房间里，思念太细，在我们曾经的梦里，来不及说我爱你，却不得不分离，心痛到无法呼吸，只因你。只是可惜，这样失去你。经理，服务来了，你赶快给我们回学校。你爸晚上要给你打电话。啊？几点啊？说是七点，你赶紧的吧。那哪来得及呀？现在都快五点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师傅，师傅，那个，麻烦您带我们回省城行吗？跟来的时候一样，300，不打表。300啊！我身上钱不够了，还有。大头都付了来的时候的车费了，剩下的火车票是够，火车哪来得及啊？姐，我寝室里还有，够了，咱先回去再说啊。师傅才回去。陈毅，电话。喂。哎，小雨啊，你没在宿舍呀？但是我没在宿舍呀。那传达室喊话的时候，怎么没听见你答应啊？我还是听到喊话太激动了，我就没顾得上答应，我就跑出来了。你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那我们就放心了。没什么事儿。怎么回事？嗯。干嘛呢？我给你从外面煲了个汤，我想热一下，这打不着啊！你说，这跟怎么回事啊？闸都没有开，能打着吗？哎，小薇，你说你年纪轻轻的。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，这以后怎么办呢？那就混吃混喝呗。你们要是不愿意养呢，那我就在家饿死。这话说的，这父母他都为你好，你知道吧？你别这副腔调行吗？怎么，看我变了样子，你连话都不会说了？孽种是吧？没关系，这么叫挺好的。不是啊，这主要是他，
不好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把它打掉行吗？凭什么？你爸说，刘主任说，你这要再耽搁了，就会出事故的。你们都串通好了是吗？你们连一个胎儿都不放过！这说话别那么偏执呀你！来，无耻！哎，小薇，小薇，喝了喝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别糟蹋自己的身体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管着吗？马上去医院，住院手续都办好了。你现在必须马上把胎儿打掉。时机现在已经晚了，知道吗？你想都别想！我跟你说过，我害了华伟林，我就得赔。这件事情由不得你。话说的委婉一点。你在跟你编呢。他跟华伟林的那什么？那华伟林在哪儿呢？能说出来吗？你可真逗了。华伟林在哪？我能告诉你吗？我能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这孩子真是华伟林的吗？他的，是不是就可以留下？那也得打掉。除非你给华伟林道歉，我就堕胎。混蛋！跟我走，上医院，去医院。干什么你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收拾东西，上医院。快走！放开我！呀呀呀！爸，干啥？顾小薇，别过来！你们再过来试试。小薇，你威胁你爸你妈？老公，你别管！正华坡我干了这么多年了，什么货色我没见过。来，顾小薇，你来。换个口味体会一下，我不是没钱，我有钱的。你不会是又没钱了吧？我没想跟你借钱。啊？哦，明儿就周六了。不去了还不行吗？其实，那个蛮难得的。什么呀？能有一个让你那么喜欢的。你不觉得我有点傻吗？不傻呀，挺好的。你就当周六周日去旅个游呗，你总比在宿舍打牌有意思吧？我还是剪棵大树吧。你真的觉得有意义啊？啊，总得有什么在心里念着吧，哪怕是一个身影又何妨？其实你比谁都适合中文系。我考大学就是为了能转非而已。强强看了，无聊。不是，我是担心你总不现身，哪天万一你真找不着他了怎么办？
你看啊，他租房子，打零工，随时都可能搬走的。而你只有周六周日可以去找他，万一哪天他就搬走了呢？你不会想一直就不现身了吧？他有女朋友的。班长，你悄悄的去给他留个讯，让他知道你在哪，让他自己来找你。你这信你就放在后面，你会不会掉啊？到时候找个牢靠的地方不就好了？是我们家土财主嘛，我能还得上的。可是我已经欠了您好多钱了。啊，嗯，那到时候你不是见华小玲吗？然后华小玲看到你信会来找你，你就让他还呗。他要是不回来呢？啊，那你也太惨了。这样我也不忍心让你还了。但那是不可能的。小雨，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这是谁呀？我同学徐杰。啊，叔叔好，阿姨好。阿姨好。啊，好好好。你们俩要去玩啊？没有，我们是来送同学的，然后就碰着你们了。刚送完人，然后你们俩就出现了。我跟你妈想你了。是，咱俩周末也没什么事儿吧？我们来之前怎么不先打个电话？打电话就不能偷袭了是吧？不是，打电话就不能给你惊喜？那。阿姨，叔叔，我先回去了，我还有事情，功课，学校啊。沈宇，我先走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怎么了，徐姐？完了，沈宇他爸妈来了，在火车站碰上的。幸亏沈宇没走，这才蒙混过关。我看两位长老那架势，像是来突击检查的，我就先来通知你了。明白。立刻凑齐一个阵容，给沈宇歌功颂德。沈宇他太不像话了，整天呀就知道学习，是啊，一点业余生活都没有啊。郊游、逛大街，每次叫他都不来，太不像话。沈宇的优秀反衬了我们的落后，有他。我们还怎么混呢？对呀，老师看我们又不顺眼，爸妈嫌我们糟蹋钱，情何以堪呀？沈宇，学习之余，请干点别的，拜托。进来说，阿姨，我先说，沈宇啊，他每天都学习，每次去图书馆还是我来看书呢。哎呀，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。干嘛？这戏演的太浮夸了吧？时间都不常有啊，连剧本还能演成这样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是啊，太认真了。他简直太好了，我跟他一个寝室，我真的都没法活，我真不想活了。老师老表扬他，老批评我，哪有这样的呀？我叔叔阿姨，我从小到大我没遇到我学习比我好的，你家沈宇第一人。哎呦，觉还是要睡的啊。怎么美的呀？没事。不过你这样真的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。嗯，感觉不错。哎。行了，你们都别送了啊，回吧。我给你们送上火车嘛，你们多行李啊。哎呀，不是，老见面了，这干嘛？这是你妈呀，最不放心你。啊？这个看到同学们呀，对你的评价呀，哎，你妈踏实多了。哟，你不是也一样吗？合着你们俩来调查我来了？胡说。
想你了。是是是。啊，看到同学们这么评价你，我特别高兴。哎，李姐，你也是从云京考的？对，我也是从云京考的。小雨有你们俩这个好朋友，叔叔阿姨就放心多了。那个，小雨，那个，来，拿着，活动经费。哎，拿着吧，我这还够。那，别一门心思做学习，该吃吃，该花花，是吧？对，请大家吃个饭什么的啊，参加活动什么的也可以，花钱花钱啊，合群儿。不过我爸他给你会。哟，这孩子怎么了？这是阿姨，这没事。阿姨、叔叔，你们太好了。收拾我吧。行了行了，我们走了。谢谢你们了啊！哎，以后小雨你多多关照着。放心吧，赶紧走。行行行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叔叔阿姨再见。再见再见啊，再见。下次来一定打电话。好的好的，姨。嗯，缺钱呀，爸给汇啊。哎，叔叔再见。再见啊，再见再见。美玲，还能想起画里这个人吗？如果你想得起来的话，就去环球饭店309房间，他在那里等你。你好，我叫黄丹丹，我可以进去吗？说了这么一大堆，你不就是想告诉我你不想让华伟林看到这画吗？还好，是我先发现了这幅画，还有你留的信。Baby。华伟林的妈妈现在的丈夫是我小姑父的朋友，因为我是搞美工的，所以让我帮他。他现在准备备考，而且100%能考上美院。我不奢望长久，只希望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。他的目标是考上中央美院，在北京，对于你和我来说都是不现实的。相比之下，我还能帮他揽活，帮他维持生计。可是你呢？你们在一起除了傻玩还有什么？我是不优秀，但我在追求优秀啊。我也是搞美术的。从
这幅画里，我看得出很多很多的感情，所以我怕你出现，怕你毁了他的前途。我会送你上火车，看着你离开，然后就跟华北林搬家。我有很多的方法，让他不搬家都不行。对不起了，顾小薇。小薇，怎么？我不是顾小薇，我叫沈雨。我问过他的女朋友叫什么，他说叫顾小薇。我还特意记下了这个名字。我决定了，去找华伟林，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。如果小薇说的是真话，怀的那个跟他有关系吧，把他找来，多少他得给我个说法。如果小薇撒谎是故意的恶心咱们俩，他来也好，让他帮着劝劝小薇。毕竟这一切所有的症结都跟他有关系，他说话小薇兴许会听。那他让你给华伟林下跪怎么办？真要那样的话，跪就跪吧，这么大的脸都丢了，我还在乎这个？现在说这些话还有用吗？哎呦！现在关键就是华伟林。哎呦！我把这事儿跟刘处长说了，让他帮着查。今天一早，坝下镇分局来电话了。说华伟林在他们镇子上，而且有具体地址。我怕有意外发生，告诉他们先别接触华伟林，把人看住就好。一切都等我们到了以后再说。你要叫华伟林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叫华伟林干什么？小薇，我，小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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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住！你卑鄙！你下流！你想暗算华伟林，对不对？你想动用你的势力害他，对不对？小薇，你就这么理解国家公安部门吗？你要我怎么理解？你派人不少，派人监视，你不是为了动他，你是想要干什么？你想报复他是吗？你卑不卑鄙？你阴不阴险？你有本事冲我来呀！你冲我来呀！小薇，你误解了。你少帮腔！我受过他的骗，我知道他是什么人。好，小薇，我今天让你看看，看看你爸爸到底是什么人。我们一起去坝下镇，一起去找华伟林，我让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看看我到底要干什么。你给小陈打电话，马上派人来接我，去坝下镇。干嘛这样？我想给你买个新的油画箱，可是没钱了。那你也不能拿人钱包呀。哎，这是从他口袋里掉出来的，我就是捡。捡？你捡了你就跑？人家转身就看见了。你不是也跑了吗？那个人抓贼抓贼大叫，我不跑呀。别说了，那人现在肯定报警了，咱们得赶快收拾东西，赶紧搬家。哎呀，别想了。钱包在我们手里，现场我们的确也是跑了，解释不清楚的。走之后把钱包留下。哦。
搬走了，别人就找不到你了。哎，请托付你的推荐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一家租户抢劫人家钱包。哪家啊？就这家。两个人，在咱们派出所登记的，只有一个人，叫华伟林。可能是比较害怕吧，跑走的时候就把这个赃物原封不动地放在了桌子上。哦对，还有这张字条，说是托我们民警把东西归还失主。演，接着演，多好的戏啊！演？演什么呀？栽赃人家抢钱包，好借口抓他们。好在人家识破了你们的诡计，钱包原封不动的搁桌上了。哎，你谁呀？怎么乱讲话？啊，跟你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。都到这份儿上了，你还装什么呀？小薇，我装什么了？啊，你以为这些是我安排的是吧？我要安排好了，我带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按照原来的设计，华伟林是抢钱包被抓的呀，一切做的都跟你没关系，你当然不害怕带我来了。哎，你跟他说，我们之前认识吗？你告诉我们认不认识？别再演了！带我走。我对不起你，沈云，我错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我跟他都说过的，朱丽叶死了以后往棺材里一躺，你只要做个亲吻的动作就行了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有没有？有，我错了，沈云。那你凭什么亲我脸？哎呀，徐杰他不就是想把戏演到位吗？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想占我便宜。他知道当着观众的面我不敢占我，所以故意亲我脸，故意占我便宜的。我错了，沈宇。不滚！我错。滚！别打了。滚！哎呀，你能不能不打了？滚！你有病啊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哪波的？你这种没良心的，我凭什么跟你一波呀？谁没良心了？你闭嘴吧你！你仗着徐姐喜欢你，你就紧着欺负她，你还说自己有良心？谁让她喜欢我的？她凭什么喜欢我？那你凭什么喜欢华伟林？我都好长时间没去白霞镇了，好不容易快忘了，你又跟我妖艳。是，你是好长时间不去霸下镇了。那你这段时间折磨了多少人啊？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一句话不对付就炸锅，弄得人憎鬼嫌狗不理。也就人家徐杰能忍你。人家心情不好吗？谁在乎啊？除了我跟徐杰，谁在乎你心情好不好啊？要么弗洛伊德说女人都不可理喻呢。华伟林都把你忘了，都跟别人好了，你还五迷三道的，你见不见呢？讨厌。我就是想让你清醒点儿，华伟林跟你已经翻篇了，现在最在意你的人是徐杰，
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你别欺负他。你闷着良心想想，谁还能像他那样，自己喜欢的女人出去钓别的男人，他还出钱出力。生气，我哪敢生气？不是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对，我们都时间都说好了，台下观众也看不见，我还那样，是我欲火焚身，我兽性大发，我对不起你。要不再往下试试啊？反正脸都已经青了，再往下试试呗。我想试试嘛。我说的是，感情发展往下试试。啊！好啊！谁是我女朋友啊？沈宇，有你的信。沈宇，我想你是记得我的。黄丹丹，我很不想给你写这封信，但是我没办法，可能就是天意吧。华伟林最终还是发现了你来过，仅仅是因为一个旧的已经失去了弹性的护腕。我不想揣测那是你的小心机还是无意，我只是没想到看见那个护腕之后，他的反应会那么强烈。他说他不能跟我在一起了，他要来找你。他说如果你没找过他就没事儿，但你找过他却一个人回去，你心里一定会很痛。他害怕你心痛。我觉得他是疯了。他专业课考了第四名，文化课也过了，中央美院他稳上的，可他却改填志愿，报了美术专科学校一个中专，就因为跟你的学校在一个城市。他已经走了，我拦不住他，所以才给你写了这封信。求你别让他这么做，我想只有你能够阻止他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最后我想告诉你，我能明白为什么之前问到他的女朋友，他会说另一个名字，因为你和对你的感情，他在珍藏，所以不愿意随口提及。知道我怎么想吗？你们的感情很虚幻，但却能诱惑你们做出任何的疯狂举动。沈宇，沈宇。
在这空旷房间里，思念太细。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绝对有病！来不及说我爱你，却不得不分离，心痛到无法呼吸。别骗我了，行不行？你考上美院的第四名，黄丹丹都告诉我了。美专特别欢迎我过去。你能不能理性一点啊？美院第四名，你上一破中专，人家能不欢迎你吗？谁让我玩你一年啊？那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毕业了，我还在上学，那多没面子啊！美专只要上两年。你大四的时候我已经在工作了，你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攒了一年钱，以后还得一起生活，不都得花钱吗？笨死！美院在北京，美专在你学校对面，你说我选哪一个？你可以不回来的。本来不应该，但是我不想再和你分开了。哭什么呀？哭什么呀？哭什么呀？太痛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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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难道是天意，让我能再次遇见你？这一次我鼓起勇气，好多话要表明，我像你一样不愿意轻易就放弃。这么多年我一直还在等着你，等你走过那片草地，等你走进我生命里。你一直在心里，怕你孤单，怕你委屈，怕时间会拉远我们距离。因为你，我可以不顾一切。现在可以揭谜底了，他不是花蕊林的，本来是不想要的，可是你让我打掉，我就得剩下他。让你听到我一颗心，只为你跳不停，你是否会珍惜？因为你我可以奋不顾身，哪怕流言蜚语，相识不易，相爱不易，我们身不由己。若回忆已没有意义，该如何听人说你把孩子生了，合着是真的呀？关你屁事！这不是你跟我表哥，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提那档子破事，小心我废了你！你还好吧？好，特
别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已经成人了，跟我同龄的还都是屁事不懂的小屁孩呢。什么时候带我去香港玩啊？带不带我去啊？都会亏了。你。哎，我好像看到沈宇了啊！哎呦妈！哎，注意安全你！不可能啊，他们学生会的不都在广场维持秩序呢吗？你还跑去哪儿啊？我遇到债主了，欠人一堆彩票呢。啊！疯了！伟林苟且上了。有个地方总在心里珍藏，那么久远却无法遗忘，时光总忍不住回望，心上的人儿不知在谁身旁。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，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。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被他捆绑。爱过就不能忘，思念刻在心上，天上你变成了信仰。有朵花儿总在心中绽放，那么甜蜜还带着感伤，梦中的人儿是否擦去泪光，青春的激情融化所有悲伤。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被他捆绑。爱过就不能忘，思念刻在心上，天上也变成了信仰。爱过就不能忘，回忆漫天飞扬，越想隐藏越是被他捆绑。宇宙天上，你变成了信仰。